团呢是最近很受年轻人喜欢的一个乐团，他们叫做理想混蛋。理想混蛋里面的组成呢，包含有一个医师，还有两个药师哦等等。那他们呢，也在举办这个巡回的演出，票房也都是秒杀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的民谣吉他社来自丰原高中，就要为大家演唱理想混蛋好听的一首歌曲。这首作品《属于你》送给大家。接下来带来的这一首是理想混蛋的《属于你》。非常好听。